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翻嚟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咁樣咧呢一節咧就講講今日好多份報紙頭版都講噶啦，就係講呢個咁樣嘅深圳港深交界河套區發展啊，咁樣咁啊河套區講到好撚大咁樣，咁啊其實就87公頃，即係幾大？我唔知87公頃即係幾大。而家就話大過香港大學少少嘅，係嘛？哇，咁好大！山頭咁大㗎，咁樣咁好大。其實呢個算係一個填出嚟，佢唔係叫填出嚟嘅，因為原本深圳台整理個河道彎嘅，凹咗落去嘅咁樣。咁咧，因為我哋分香港深圳個地域就係以條河做交界啦，咁樣。咁條河原本就凹咗入去嘅，咁啊因為咧做嗰個河道工程咧拉直咗條河咧，咁就導致咗而家圖睇到咧白色框框嗰一個嘅河套區走咗出嚟，咁咧就引申咗一個之前咧10年前咧就會引申嘅討論咧，就係原本凹咗落呢一個位咧係屬於深圳嘅，因為係深圳河以北啊嘛。但係問題條河咧就向北就調咗之後咧，咁呢笪地咪屬於香港嘅咧？咁樣咁經歷咗咁多年嘅屬於香港咧，屌你老！經歷咁多年嘅討論咧，因為原本係深圳噶嘛，如果照畫嚟講，但係因為條河變咗啊嘛，咁到而家嘅説法咧，好啦，咁啊蘇區共同開發啦。因為其實早兩年咧，深圳都仲喺度話緊，就話想要翻嗰個地方嘅，即係睇翻2014年嘅嗰一啲報道咧，都有講到就係話，其實咧呢個落馬洲河套區咧，自古以來咧就話一直以嚟都係屬於深圳嘅咁樣。咁但係琴日出咗嚟，佢嗰個林鄭嗰個講法就係話深圳獨立咗。系啊，因为佢当时咧，即系睇翻嗰啲文件咧，佢又喺度讲到话，又话河套区历史上啊属于深圳嘅，咁样咧又亦都有，即系当时亦都讨论紧呢个发展个问题啦，就话嗰个地方咧属于深圳嘅，咁但系咧最好咧发展就香港俾晒钱咁样咁嘅讲法嘅。咁琴日林郑出到嚟咧，佢就话咧已经倾掂咗啦，咁嗰度咧就叫做归翻香港管咁话。系，唔系你讲清楚个河套区发展做乜鸠先啊？屌！嗱，咁而家咧就讲到话咧，嗰个河套区咧就會成立呢一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啊，咁樣咁面積咧就話會係現在科技園嘅4倍咁話嘅，咁佢就講到啦，咁呢一個園區嘅發展咧，咁有4大領域啦，咁樣咁啊咧包括呢個機械人技術啦、生物醫藥啦、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呢4樣嘅，咁樣咧，咁佢就話咧已經有好多公司咧已經喺度準備緊，就可以即係喺度做落去啦。咁佢就話咧預計呢一個項目用地嘅平整工程咧，咁就大概需要4至6年。咁佢就話預期咧，咁啊7.5年之後咧，咁就會有第一座嘅大廈落成啦，咁樣嘅。係，仲有咧？咁佢就話咧，會重點咧就喺度做呢一個創科研究合作嘅基地啦，同埋咧會有一啲高等教育相關文化創意啦，同埋一啲嘅配套設施嘅，咁就話咧諗住吸引曬咧港深兩地咧，以及其他國外嘅一啲頂尖企業同埋研發機構，以及一啲高等嘅院校進駐咁話。咁現在咧香港嘅科技園公司咧，咁就會成立一個附屬嘅公司咧，咁啊負責咧呢一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嘅呢一個園區上蓋建設以及營運嘅。係。咁就呢個係林鄭即係主理嘅項目啦，咁樣咁即係計呢一個咁樣嘅故宮西九故宮九西定西九啊？西九故宮博物館之後咧，就另一個未上任就爭取到翻嚟嘅疑似正職啦，咁樣咁佢點解會疑似正職咧？咁樣因為咧喺成個介紹同埋成個陳述上面咧，都係其實有幾樣嘢啦。第一就是
係有一個新嘅發展項目啦，咁樣咁對於香港人嚟講，咁有發展就係好噶啦。總之任何嘢有發展兩個字落去就係好噶啦，咁樣嚇。咁你就覺得係啊，咁好咯，搞實事咯，嗰啲咁樣。咁係你其實發展警隊項目都得噶，咁樣你發展研發新武器嗰啲咁樣，咁你都可能會覺得係發展嘅咁樣。好啦，咁總之有發展兩個字啦，咁樣咁啊，發展河套區咁樣，咁啊即係好似有一個叫做建設嘅嘢咁樣啦，咁樣即係阿爺傻俾阿林鄭去做一啲有建設嘅嘢啦。好啊，咁跟住咧，然之後有啲實務嘅疑似實務嘅內容喺度嘅，疑似實務內容喺度咧就係嗱嗰度咧唔係做商業項目嘅咁樣，咁佢都講得好清楚啊，就係咧佢當然佢一定會有啲商業活動啦，因為你整個乜乜區乜乜園區咁樣，咁你都要。整個麥當勞入去咁都係揾錢嘅，都要食飯嘅嗰啲咁樣。咁但係佢都講到明咧，就係入邊進行嘅一啲即係商業活動嘅設施咧，就會佔好少嘅部分嘅。咁主要咧就係劃定一個區就係要嚟做科研嘅咁樣。咁所以咧嗰件事咧就交咗俾呢個科學園嗰間公司嘅附屬公司咧就去處理咁樣。咁同埋咧就係咧就即係加速港深發展啦咁樣。咁呢啲又係港珠澳撚中意聽噶啦咁樣。咁就係嗱兩地嘅人才又可以交流啦、交換啊嗰啲咁。咁於是乎咧，又可以補充到嚇，即係無論係香港方面有科技嘅發展咁樣，咁但係礙於冇廠喎，冇地方整喎，或者冇一啲地方，哇交租都用曬啲錢啊咁樣，咁但係唔係喎，而家劃個地方就係專門要嚟做呢一樣嘢嘅咁樣，咁同埋兩地人才交流喎，咁聽起上嚟又似係一啲好好嘅嘢啦咁樣。同埋佢講到話會創造多啲職位啊嘛，佢話而家科技園大概有13,000個職位，咁嚟緊咧如果搞掂呢個園區咧，咁就可以有40,000個職位，咁啊可以創造就業啦。係啦，咁樣佢用地嚟計嘅，佢用地積嚟計嘅，即係佢覺得即係佢覺得地大四倍，又可以請多四倍人。他用麥當勞整麥樂雞嗰個諗法嚟喎，就咁啊地方大啲咪可以請多啲人咯，嗰啲咁樣，咁有嘢耕田咁樣好似有嘢做先得，有產出先得噶，大佬。好啦，咁就跟住咧，然之後咧，同埋咧另一個咧，佢疑似希望塑造到係公職嘅地方咧，就係咧解決咗一個土地使用權嘅爭拗。咁就係頭先陳四一路講述咗樣嘢啦，因為咧自從咧就拉直咗深圳河之後咧，咁香港深圳就以深圳河為界啦。咁拉直咗深圳河之後咧。呢一片咧所謂嘅河套地區咧，原本咧呢個87公頃嘅河套地區，本來咧就係屬於深圳嘅地方。咁但係咧，因為拉直嗰條河道，亦即係話拉咗條邊界啫，重新拉嗰條邊界之後咧，嗰一片土地咧係劃咗係香港嘅，其實就冇爭議嘅，係劃咗去香港。點解我話冇爭議咧？因為咧而家嘅報道咧就淨係講話拉直嗰條河道之後咧，呢塊地區咧由原本深圳嘅地方就劃咗去香港，就好似原本香港嘅地方咧。就冇劃到去深圳咁樣，其實係有嘅，其實有部分曾經係香港嘅地方，原本係深圳河劃出嚟香港嘅地方係變撚咗深圳，而且係深圳已經起撚咗嘢嘅，屌你老味，根本就冇撚同你討論過。咁好啦，咁點解嗰個河套地區一路冇討論咧？就係一路都冇發展，要去到而家阿林鄭出手先嘅發展咧，即係疑似係扮曬林鄭出手啦，其實就係中共俾佢嘅。咁點解要扮到咁樣先要去到而家先去發展咧？就因為深圳一路都喺度嘈。深圳就認為即係唔好話認唔認為，深圳就發難，發難就我嘅呢塊嘢，你就唔撚準喐。係嘛？咁但係香港劃咗去深圳嗰啲喐咗啦，嗰啲唔好計，唔好講，嗰啲過咗嘅嘢唔好提。河套區就自古以嚟都係深圳嘅。係啦，而家你呢度咧未喐就唔好喐啊，喐咗啲唔好講先，未喐嗰啲唔好喐啊，因為呢個係我嘅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 hold 咗喺度，一路都唔喐。好啦，咁於是乎咧，而家咧就經過呢個咁嘅中共出手之後咧，就話阿林鄭咧，仲特登喺個記者會嗰度咧，就特登講就係話嗱，而家已經係確定咗呢塊土地嘅使用權咧係香港嘅，業權喺香港添啊，業權喺香港嘅咁樣。咁只不過咧，我哋而家咧就同深圳方面咧就共同開發，但係咧個主導權咧就喺香港呢度咁樣。嗱，咁樣咧佢塑造出嚟嘅印象咧，塑造出嚟嗰個狀態咧，就令到即係想。中共想俾阿林鄭通過呢件事去掃咗一日，嗱你睇下佢幾有壓力，佢連塊地嗰個咁嘅權，
佢都拗翻翻嚟啦咁樣。因為其實呢樣嘢咧係要嚟俾啲即係譬如我哋呢啲本土派啦咁樣，我哋而家唔叫自己本土派啦嚇我哋即係呢啲咁樣嘅成日講話咩香港嘅利益被中共榨乾啊，俾北方啊喺度係啊掠奪啊咁樣。嗱而家唔係啦，地都劃俾你啦，嗰啲屌你老尾，你耕完條河之後係咁分就係咁分噶啦嘛，屌你老尾，好似廣東根本就係佢之前就橫蠻無理係嘛，咁而家只不過咧就係話嗱，而家俾翻你話事啊，咁其實成件事咧就好撚。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因為西九文化故宮博物館咧，又係咧傻啲嘢俾阿林鄭去做政績，但係其實就冇嘢嘅。我俾啲文物你咁樣，咁你有文物先得噶，得啦，搞啦，屌你老味，到時就有啦咁樣，係啊，整緊啦，整緊啦，屌你老味，如果唔係咩科技園啫，邊個整緊啫？邊個整緊？咪你嘅仔整緊啦，屌你老味，你以為嗰啲小米做乜撚嘢啫？就係進緊陶瓷，係啊！叫你嘅仔同老公喺度搞緊㗎啦，得㗎啦咁樣。戴個口罩，即係根本就冇嗰樣嘢。講到有嗰樣嘢，就俾你起個西九故宮博物館，就攞嚟做政績。好啦，河套區又係，河套區係差唔多咁嘅情況。你可能覺得唔係喎，頭先聽完我哋噏，或者睇完琴晚TVB 新聞，睇完啲報道，你覺得唔係喎，好似真係爭取好多嘢翻嚟喎。嗱，開發到一個即係攞到個業權啦，攞到個土地嘅業權啦，開發到啲嘢啦，用到嚇、即係呢個深港融合嘅資源啦，創造到職位啦，又做到一啲嚇、即係香港人最撚中意講啦，唔好靠炒炒賣賣啦。有啲科技嘅產業啦，嗰啲咁樣好啦，但係認真睇下件事唔撚係咁撚樣，認真睇下件事唔係咁撚樣。首先由嗰個地開始講起，咁啊地係香港，屌你老味，冇嘢好爭拗噶，係香港。你嗰條你個邊界線係咁撚樣劃就咁撚樣劃噶啦嘛。你知你唔係將一個有爭議嘅地方攞翻翻嚟，而係之前就根本就驚鳩咗佢。然之後就 hold 住喺度，嗱，即係佢應唔應該發展係一件事啦。OK，即係去到嗰啲環保啊、生態嗰啲問題嗰、另一個層面啦。我淨係講霸地盤嗰個問題，嗰塊地根本就係香港嘅，其實冇撚嘢好爭議。好啦，咁而家攞翻嚟發展係咪天公地道？即係應唔應該發展唔討論住啊？係，總之你攞唔攞嚟用係咪天公地道啊？係，好啦，但係而家出現嘅狀況係乜嘢咧？而家出現狀況係咪真係你香港人用咧？其實你唔撚係啊！你而家所謂嗰個發展，你嗰塊地係你噶嘛？嗰塊地本來就係你噶嘛，唔係講撚嘢有咩爭議嘅地方。即係再講一次啊，佢拉直嗰條河道之後，唔係淨係呢個河套區嗰個即係所屬嘅地方改變咗，其實其他地方都有改變到嘅。有啲香港劃咗，即係唔好計，即係你話大又好細又好啦，可能冇呢個咁大啦。其實有地區原本係香港，深圳河未拉直之前係香港嘅地方，然之後劃咗去深圳，佢已經起撚咗樓啦。屌你兩尾，根本就冇撚理過你。好啦，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河套區出現咗一個咁樣嘅環境啦，咁樣嘅情況啦，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你而家去發展，你而家其實雖然話個主導權喺你度，雖然話啊做嘅都係做你香港要做嗰啲科研工作乜乜乜嗰啲咁樣，但係其實都係深港兩地共同開發嘅。咁而最後傻嘅係傻邊個咧？屌你老尾！你睇個地理環境就知啦，白痴！喂，你講嗰個話咩？創造幾多個職位話？40,000個。你估邊個去啊？因為佢而家講到邊個去做啊？嗰笪。地咧其實就都可以講緊係可以方便咧，雖然有一地係叫香港業權啦，但係就話應該會有一啲嘅入境出入境安排咧，係方便深圳嘅可能嗰度嘅職員咧係可以通關時候更加方便嘅。咁你話啦，根本就免通關啊！佢即係佢話會發一啲例如一啲特別嘅商貿區嗰啲特別嘅 pass 俾佢，咁啊即係等於佢可以自由出入咯。之前咪阿梁振英講咩特區中嘅特區咪就係呢笪咯，咪係咯，咪就係根本就係你而家雖然嗰個表面嘅講法就係、是、嗱，我爭翻我哋塊地翻嚟啦，我哋開發發展啦，開放幾多萬個職位啊？40,000個，開嗰度可以創造40,000個職位，但係為咗深港人才交流咧，咁我哋咧就會有特別嘅呢個咁嘅通關嘅安排，咁樣令到咧深圳嘅人咧過到嚟咧就更加容易。喂，嗰度係過條河就已經係有人住緊㗎啦，喺深圳係嘛？你話開個科學園區出嚟喺嗰度，咁跟住然之後科研人員，你話喺嗰度，咁跟住嗰度冇乜住屋設施嘅喎，佢話唔准發展商業設施喎，又唔准發展住宅喎，咁邊個去翻工啊？咁邊個去翻工啊？咁嘅嗰主要就係深圳人去翻工咯，屌你老尾，無論係。
無論係個配套，即係嗰啲咁樣嘅通關設施，或者地理環境上面嚟講，然之後你主要要嚟魚目混珠，話俾人聽似係正職嘅嘢，就係、是、嗰幾萬個就業職位。咁嗰幾萬個就業職位擺明就係傻深圳咁，屌你！咁你點可以當係一個香港嘅正職咧？點可以當係 serve 香港人嘅政績咧？嗰件事咪同西九故宮博物館係一撚樣咯。嗱，我俾啲嘢嚟喺香港展出好撚威，但係嗰啲嘢係假嘅，屌你！好啦，我喺呢度畫畫個園區出嚟創造就業，跟然之後主要做嘢嗰啲係深圳人嚟嘅，大陸人嚟嘅，跟然之後扮係爭取香港嘅政績啊！兩樣嘢係咪一撚樣啊？屌你！你嗰個地本來根本就係應該開香港嘅，你只不過係驚鳩個大陸，跟然之後因為佢嘈你又唔開發。好啦，而家。出嚟嘅講法扮撚曬嘢，我哋爭取到啦，我哋掂啦，我哋有個業權啦咁樣，但係你又要同佢共同開發，跟住然之後又要俾啲特別優惠俾啲大陸人可以順，所以便利地過嚟嚇，可以係你話係呢個咁樣嘅深港兩地人才交流，跟住其實俾佢哋嚟翻工，俾佢嚟做嘢，跟住然之後咧，其實就係你即係喺即係呢個係一個點講啊？類近呢一個咁樣嘅數碼港之類咁樣嘅嘢，以一個咁撚樣嘅行產業嘅名目，然之後撥一塊地出嚟，跟住起一紮咁樣嘅樓房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俾一啲項目去申請啦咁樣，咁而最主要申請到嘅，基於你個所謂嘅香港主導底下嘅深港嘅共同開發嘅咁樣嘅環境，咁你想像到啦，主要會入到去租到地方去做到開發研發嘅，咪主要就係大陸嗰啲公司咯，主要請到嗰啲人咪大陸嗰啲人咯，屌你老尾，根本成件事就唔諗係香港人嘅嘢。而嗰樣嘢反而係用香港人嘅地，唔係佢一定要標籤係香港人嘅地添，啊、因為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深圳公司或者深圳嘅職員咧喺佢哋出產咧可以有 Made in Hong Kong 嘅標籤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嗰啲嘢全部都係大陸人嘅，大陸人嘅公司，大陸人嘅人員，咁但係咧就嗰件事咧就攞嚟做一樣嘢係疑似林鄭嘅政績喎，屌你！俾林鄭個仔翻嚟做嘅，俾林係啊，咁樣林鄭係啊，咁樣可能啊，我明白本土品牌、啊，我明啊，可能係小米，可能想運翻啲屋企人落嚟，係啊。可唔可以協助人質嚟講？可唔可以近啲香港啊？喺條河度交換人質啊！喺條橋咧兩邊咧，擁佢過去，綁住。即係河嘅對岸，喺河嘅另一邊咧，見到湯平就有小米就起一棟。咁跟住咧，然之後林鄭為咗可以最近距離咧，佢望到自己仔就唯有開發呢個地段，等我自己可以成日都去呢度，就可以望過條河就可以見到。林鄭喺橋嘅另一邊。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成日食咗飯未啊？瘦咗好多喎、啊，仲慘過減肥波咧。但係我原來要係咁撚樣嘅，我原來有用心良苦，有個幾十億嘅感恩。其實都係為咗見佢個仔啫。哦，原來喺北京難見，冇嘅喎嚇，企遠啲都睇唔到。係啊，而家五十米都睇唔到。阿仔啊，係啊，而家咪你的名字咁撚樣。你網上有個你的名字北京版，係啊，係啊，加咗就冇。唔係佢而家出咗紅色警報之後，係五十米都冇啊嘛，能見到。係、啊、有啲地方五十都冇，第一次市場睇出紅色。係啊，跟住 TVB 報係啊，而家唔係受霧霾影響，佢叫做霧同埋霾嘅影響，原來兩樣嘢嚟，佢而家將佢拆咗。係咩？係啊，佢好似講到啊霾先係大禍，霧冇咁大禍，我唔知係咪佢咁嘅意思啊咁樣。我唔知啊，毒氣，屌你老尾，一句講曬毒氣，同 Darling 哥放嗰啲一樣。所以係即係呢個咁樣嘅嚟緊呢一個咁嘅林鄭政府咧，嚟緊呢個特區政府咧，就秉持一個管治嘅法則，就係、是、當你香港人係傻。呢、這個咁河套區發展咧，又係當你香港人係傻。屌你老尾，根本就完全成件事就冇傻到香港，成件事根本就冇為香港嘅發展或者各樣嘅建設帶嚟任何嘅好處。但係咧，就竟然將一啲咁嘅嘢係變成咗一個幫佢去選特首嘅政績，咁呢個係比梁振英嘅時代更加惡劣，因為已經唔再係講乜撚嘢用小恩小惠去呃啲大眾，然之後去愚弄大家，而係佢已經係發展到就係話我俾冇，我唔知道你網上面有冇睇過網上面有條片咧，講呃鳩只狗啊嘛。講呃鳩只狗啊嘛，喺個袋度攞嘢食出嚟餵佢，其實冇噶嘛，係、哦、啊，跟住然之後狗又喺度。即係而家嗰個而家都冇賣，係啊！而家係小恩小惠都冇啊！直頭就係、是，總之就係做個動作嘅啫，喺個零食袋度
攞個手揚一揚，揞一揞，跟住伸出嚟咁樣感恩嚟到喂狗，跟住只狗本能反應咪食咯。佢一聽到嗰啲啊發展啊啊香港嘅主理業權啊，香港開發創造就業嗰個啊，好啊好啊，支持啊支持咁樣。其實根本隻手入邊就冇餅，嗯，係完全去到冇餅，因為空手入白人都覺得可以管治到你香港人啊，即係睇唔起人都有一個限度，但係即係香港人又低俾人睇唔起嘅，真係你咧諗下。因為而家甚至譬如佢哋尋日喺度做公佈嘅時候，都口口聲聲話，因為呢個咧係利用咗一國兩制嘅呢個便利咁樣，咁就話亦都講到咧，就話香港好多後生仔咧唔中意翻大陸做嘢，咁本身你大陸自己就要檢討啦。佢話唔同啦，而家呢個香港嘅地方咧，你應該將大陸搬入嚟香港。係啊係，佢話咁你就應該肯翻啊。佢話咁樣我呆咗點翻啊？嗰度黐撚線嘅咁樣，咁係啦，同埋即係喺地理上面嚟講已經諗到啦，你都唔會去啦嗰度，大佬。不過我琴日簽約嗰個樣好撚好笑喎，琴日阿梁正奇喺阿林鄭後邊睇嘅開燈。系啊，见证嗰个仪式啊嘛，话系系啊，好啦好啦，好笑嘅样，即系似咗时避咗时啊，系啊，虽然系喺个岗位上面嚟讲咧，我觉得系的而且确系会咁样去企嘅，但系嗰个出影嗰个展示出嚟嗰个姿态咧，系好似梁振英佢跟班咁样咯，系喺佢后面企，佢喺前面老细喺度签名，咁样华夏上班族，好鬼啊！阿韩斌冇得捞，唉，真系做得好出面噶啦。做得好出名嘅啦，所以即系成個特首選舉嗰個懸念係越嚟越少嘅。曾俊華咧？曾俊華辭咗職未啫？喺邊啊？即係冇講大樣嘢咧，辭咗職未啫？真係點解啊？點解辭職辭咁撚耐嘅？真係奇撚怪嘅，即係你唔講以為爭取緊升職添嘅啫，不過又係嘅，其實都事實上又爭取緊升職嘅咁樣。內部調遷啊，諗住我真係好想知唔俾佢辭職係會點樣，即係最後係會點樣咯？合約期滿咯，到下年埋新班嘅時候，唔係啊，即係會唔會走翻出嚟又話我都係翻翻工，會唔會咁樣留低係更加需要勇氣？Sorry， 我都知道個記者會點開。Sorry， 我有翻工啦。即係而家其實根本而家周旋緊嘅咧，我即係曾俊華嗰件事啊，而家周旋緊嘅根本就落台街過嚟。即係而家唔係爭取緊做唔做特首啊，而係喂咁你唔俾我辭職，咁我而家點講先啊？我而家點同記者講？中陰身啊！你明唔明啊？咁我話咗我辭，你唔俾我辭，咁我點樣啊？呢個已經唔係選唔選特首嘅問題，咁我唔通會唔會唔覺翻翻咗工啊？其實我驚陳家強笑我啊！而家翻去，我份嘢有冇得簽啊？嗰份財政預算，屌我哋揾人揾熱狗仔隊去政府總部門口捕捉下有冇翻工先咯。可能有翻工都未定啊！其實有啲人失業就扮翻工，佢就唔係喺大快活，佢就辭職。佢扮辭職，鬼鬼祟祟喺後門潛入去翻工，唔俾陳家強後面，唔俾人知佢翻咗工，真係陰鳩工啦！唉，屌你老味，好休息一陣，翻去再繼續。